我穿的高一些，要整要整长的身材，正好合适。你得穿衣裳的话，就应该身高要比我稍微矮一点。在那大也好的嘛。他就一直穿衣裳，我那个穿的热乎。啊。我一件的高上。你穿的高上。紧不紧的两面？只有紧的。好，有一点点。我高上。换衣服，我是你朋友来换的。我高，这个人紧不紧？比现在紧好多。本来我们在这给他买点麦片啦、芝麻糊那种东西嘛。没要得。哎，那会儿我跟王哥一起买那个水晶的哈白的，那是满的那水啊，是还有鱼啊，那是来经常来挑水吃。哎吧，回去穿烂嘞。这个人记不清。活动去，不得个。你穿过。你那个手里写字没问题。去大小看那种话。差不多个。差不多。嗯，刚好合适。可以，可以，不得劲。这水泡开始吹了。嗯。这你先穿味道，你吃不完我再给你换。你啊，你手是鼓鼓的噶，刀都刀了。刀了吗？满刀了。那是把子长草了的嘛？过都没得了，没得鼓的，房子刀了。这里桌子弄了，你问我你找不到了。那时候我就都扔了人家桌子了。我记得你在你罗娘，罗娘，我挑水跑起来看你。嗯。你两个啊，你罗娘买屋头。老子你在肚子开口儿干，把你看到我那个不接跑起来呀！哎呀，我看到我心子都过不得。我说你路上要出去，又给我背起来的，还长腿一拉长腿嘞。我俩说俺们是多叫一声，你呀就晓得你是个男娃儿。啊，这个他说，我害怕不敢迈出来，害怕这姑娘来。到时候我们抽个时间下去把那老房子那个钱的路。整条路出来。哟，然后那晚上早起，我老婆睡得那高级，哟，红毛睡得那高级，长梭梭的。我听他这里讲啊，我没事好事，我就要。我说我电脑那看那照啊，睡得红毛子，我吓了就跑那边梦里睡着了。但是我尿过裤，血也多，啥子我没了，红毛子到处都看到有。我好吓得我跑一说一直没回去了。那会儿外公是好久去当的兵呢？51年。51年。啊，自然经济的，后面人朝自然界，那届就当了6年兵。6年兵。那会儿外公对那些舅舅些严不严格？啊，对别人就宽大，对自己儿女就管得紧。就管得很紧。哦，就管得紧。那会儿小时候对我们也管得很紧。你不管紧点，要成我人了。真是。黄金屋是好人。还是感谢外公，那会儿对我要求那么严，然后。那我都对你多严，心里想你妈那又给你远，我不敢管紧点了，那是自己又不好人了。上次捡了很多菜，我们去吃饭嘛。走嘛，这一吃。走嘛，这一吃饭。三爷，你做啥子好吃的？啊，
你肯定可以说是吧？哦，可以。哎，我给拿了点豆瓣酱过来，是我们自己弄的。那鱼吃个多啊？啊。好看。我穿起去重新拿这个豆瓣酱，火锅底料泡海椒，用来炒花弄个椒，放一瓢儿就可以了。吃完了就这样，那给我吃完了哟。这是猪脚的，一份猪脚，好吗？都有点骨头，来我们骨头。Later. 那个我瞧就是我小时候外公带进我那个走牛河，好多年了，但是走那个就脚杆打山山。看到底下害怕呀，哎，恐高，那个是小时候恐高，现在不恐高了。现在河水买两人清凉。那个还有人钓鱼。啊。今天到外婆家来看一下自己小时候长大的地方。而且这里还没到。从这里走下去应该还有40-50米，然后这里就是我跟我哥从小长大的地方，3岁到9岁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开心。
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，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。